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呐、戒淫众生，有时候一个人，有时候许多人，啊，一个团体。正如同舞台的表演一样，啊，有人表演独奏，啊，让你欣赏。有些时候啊，必须要合奏，像一个交响乐团一样，几十人在一起表演。到底是独奏是合奏呢？完全要看众生的根性。啊，佛菩萨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不是定法。这个是讲原理原则，要看众生的时节因缘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那个表演是合奏啊，像一个交响乐团一样。经典上记载的，他这个团体1255人，啊，通常讲1250人，就讲整数了，那个五就省掉了，啊，实际上是1255人。这在一起表演呢、啊。这里面有表演正面的，有表演负面的，啊，就像舞台唱戏表演一样嘛。啊，有装白脸的，有装黑脸的，啊，白脸是善人嘛，黑脸是恶人嘛。啊，在这个中国戏剧里头，白脸是恶人，啊，黑脸是善人，啊，包公是黑脸的，曹操是白脸的，那么在佛法里面呢，白代表善，黑代表恶，啊，是白夜黑夜。它总是有正面有反面的，这两个对比，你在这个里头看智慧啊。啊，没有善的那一面，怎么能显出恶？没有恶的那一面，怎么能显出善？啊，善恶对比。你才了解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中下根人得离了，上根人呢，在这个表演当中呢，他看得深，看得广。把这个善恶看成平等了，看成一如了，高明啊！善恶都是教化众生的、啊、
善恶都是善呐，无有不善呢，那就其如道，性本善了。啊，性本善在什么地方显示呢？在善恶对比里的显示。啊，绝对不是说非恶非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善恶通通是善，这个时候已真正体会到的时候，心本善，你的心平等了，你的心真诚了，知道那是用，那是手段，那是启发众生，帮助众生呢，破迷开悟啊！啊，真正其如学习境界，那就是善财童子。啊，我学习已经其如学习的境界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讲呢，“学而时习之，入境界。”没有入境界，你不能把学的东西变成自己的生活，你脱节了，这个不行啊。你所学习到东西的时候，跟自己生活是一体，不但跟生活是一体，跟自然环境是一体，跟整个宇宙是一体。与整个宇宙合成一体呢，佛境界。跟自然环境融合一体呢，菩萨境界。